OPPO Reno 标配 NFC 可以实现多种用途，打开桌面钱包功能，根据提示就能快速开启公交卡、移动支付、门禁卡等常用功能，二维码刷卡乘车，出站时手机要是没电了只能傻眼。而 OPPO Reno 搭配 NFC 在没网没电的情况下也能正常使用，还支持京津冀互联互通卡、深圳通、岭南通等多城市卡片，购物时用 Reno 的 NFC 支付功能，只要拿出手机贴近收款端设备即可快速实现支付功能，不需要再点亮手机打开扫码支付软件。至于小区的门禁功能，官方已经给了说明，而网友的反馈也是非常的给力。